那你真的很炸啊！你不啦？好啊，这个逼我一定要带去打牌。法风运于我手，对手死在，太快了吧。有赢的可能性吗？感觉是同一套。密道云居，蜘蛛人在此。刚刚感觉是不是要就走了？我觉得刚刚应该是直接走了。到底怎样？太大字了吧！你的好邻居蜘蛛人在此。26对手死在哪条？他六倍也可能拿到末日博士，运气不好他可能拿两张末日博士。然后刚刚那个被吃了一次，有点不舒服。王内护的还蛮吃运气的，这拼谁的手速，谁手顺呢？真烦。走六张，很糟糕，走六张资讯，打到现在走六张资讯有点不舒服啊。暴风，暴风，命于我。那再帮我一个墨绿吧。蜘蛛人在此。OK， 你该走了吧？但他可能有鲨鱼。再来，幸运之神眷顾谁呢？我刚刚还应该还要再丢张小蜜蜂的，
个有点糟糕啊。啊，卡手牌吗？可能暴风。哈，这场地有多扯？三六，哎，对，这平衡更新竟然没有改至高，有够恶心的。这模式超好玩的，那运气真的很好哎。啊，多抽卡的是没有什么用。哇，好卡都在我手上。盘面时间到。我把那个闪电条改掉了。盘面时间到。那他有制作就赢了、欸、我晃神了，不一定。躲烂吗？躲烂好不稳哦。但我不锁他也会锁、对手 snap， 那比心机耶，那就是比谁的心机比较好，到底是要浩克还是要这张？什么东西啊！我怎么有康啊？好屌这个人！哎，这个难打哎、欸。Yes， 他没有末日。干，他还带一张炸胡牌，有料哎、欸。这个人好强哦，好恶心哦！哎，带一张炸胡牌，有没有搞错啊？那这个人很有想法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没有很好打哎，没心态了吗？怎么这样？怎么突然没心态了？心态没了是不是？好、哦、没有。宝光，命于我手。这场很难打哦。场地有个耳的。我刚刚是应该放牌在右边会比较好，左边我拿中就拿棋就拿不到了。哇，我这失误有点严重。哇，盘面时间到。胜率超低的，我这场我要跳。我刚刚中了一个犯严重失误，我刚刚中间其实已经拿不下来了，我应该把牌放在右边，但拿在右边，不行，我没有拿独眼龙，这跟他是，他有四张牌没出，超扯的，感觉我牌都出光了。
他有放一个亚美利加吗？他很有想法哎、欸，那个人。我摆脱运气这种东西。我觉得这样蛮强的、啊，没有很好打。哦，又是张之俊出来了，我是觉得对方真的蛮强的。这边我蛮有信心的。Nice。他前面没有，他是这样，比方说他只有用十张卡在跟我打，然后十张卡我前面还打得这么辛苦，哥哥总美的。OK。谢谢。那他应该还有一张浩克，不是重点是我打到现在，他还有四张牌没有开，我压力有点大。然后现在有四张牌没有开，有点太恶心了。等一下，这张老人智障。这边在智力测验呢，这边在智力测验呢，那没有笨吧？暴风一定要丢中间啊！但我想要智力测验一下，看他到底是聪明怪还是……这边他只要丢教授我就输了，对不对？你来该跑，艾迪有。因为他中间放一张黑纸，他铺了那一张黑纸，让我不是很好打他。啊，压力好大。他铺了那张黑纸，我真的没有过得很舒服。打得很辛苦哎、欸，打得很辛苦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完蛋，没有什么大牌嘞、欸，运气也在他那边。如果转出一张暴风女，或许还有机会欺敌。娘嘞！哎，干他，他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暴风，运于我。哦，完蛋！暴风，真的完蛋！运于我。他只要空破就赢了、啊。没救了、欸。哇，我输了。不劳喽。他牌运也比我好啊！再见了。
好鬼哦！要无限吗？要啊！